上和中午，我们在那个不知道哪边集合，大家就都在卡车，然后准备在西宁的时候，就突然鼓手聊运动，说哥，你身上有出蜜蜂，然后我说哪里，嘣，所以我就被蜜蜂叮了，然后就是超痛，然后两位还说你会不会死掉，很奇怪，在市区被蜜蜂追一口，然后他之后好像还到处追人，不然他要干嘛，心情不好。又进来了，看他挑一下衣服。我们乐团还有